政大穿浅色的球衣，那台体则穿深色。哇，开局开赛在底线的三分球这里，涂一涵尝试给一个 backdoor， 选择中距离的急停跳投得分，把背后七号的周思佑给换上来。林颖杰篮下再次出手，跟进了篮板球得分，会打得比较吃力。林颖杰再把球给要回来，前到心脏地在单打，差一点放进，但至少是有要到犯规了。是挡拆的配合切进去，防守者已经失去了位置，身体对抗之后买到。比赛一开始，背号八号的林颖杰连续得分，分数就大量集中在林颖杰一个人身上，自投自抢。政大这里再攻一波，林颖杰在弧顶三分，哦！今天在一开始林颖杰太准了。再看一下刚才林颖杰弧顶的三分球投进，把握。那得分的是魏子云，吴一涵，哇，空了。篮下轻松的反勾擦板，林颖杰退出来砍三分，跳投，哦，这球算出来。黄子轩选择放慢，上半场的时间还有将近五分钟，再给中间篮底下的抛投得分。这也是我在看高中球员进入到大专一个蛮有趣的点。哦，三分外围投进，还有加罚机会。哦，我们刚刚给他的绰号是什么？政大 K 汤啊！看这个动作，张扬主播有播 NBA 的，你觉得相不相似啊？动作上差了一些，不过动作上并没有很像，但准度上，哎呦，小小 K 汤。你觉得台体这里得分则是蛮平均的，得分最多的球员是得四分。我大概有七到八位球员都有得分的记录。林颖杰再次投进了三分，交给庄朝胜。林颖杰收球进来了，造成犯规，真的就没有办法了。